谁是下一个光妈妈？人人都可以当下一个光妈妈。宝贝们，该上工喽！画上最闪亮亮的妆，睡得上复古发型，换上最美的服装 ，Just like me。复古打扮更加分哦！拍下你的美照，上传一张你最美的照片到活动网页，呼吁亲朋好友来投票吧，前六名即可参赛哦。获选的参赛者将有专业的摄影师以及彩妆师帮你打造成最美的光妈妈哦。当天 Nakamura-san 也会到场一起拍照哦。3月25号活动开跑，赶紧到新东阳网页看看吧。新东阳大力邀请华灯初上的 Rose 妈妈担任评审，想要获得 Rose 妈妈的青睐吗？仅此机会不要错过哦。第一名不仅将成为全场焦点，还有1万元奖金等你拿哦。想要参加活动吗？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就吃稀饭，我一定要肉松，然后宵夜我就会是肉干，我都要吃。有吗？有吗？你觉得全世界都会知道吗？哪一幕有啊？是可以提示的吗？每一集都会出现。开头吧，片头对不对？哈，这样讲起来真的是，我真的是肤浅到不行哎。我的美丽耳环掉了，救命啊！救我啊！我的耳环迷路了。我以为我可以轻易的拿开。我真的很喜欢一位里面的角色，就是王伯杰先生，因为我觉得以我的美貌才跟你比较搭配。哪一幕他要去伴手礼的话是哪一幕？该不会是宝宝开店的时候吧？不是，嘿，嘿，里面谁？平时来，是谁生日啊？花子有生日吗？哎，我真的不记得谁生日哎。好 ，pass， 我真的回答不出来。来，大家快点啊！回家的时候，场景有六月他们。我一定想说哪个小姐生日，可恶！我觉得你们的问题很难哎。醒酒的牛奶吗？新东阳肉松配粥，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我跟你讲，我都会买，因为什么？就算你们出了什么酸梅肉干，我都可能都会买，就比较冲突。草莓肉干，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哎，下班了真的是有够累的。小姐，我的豆干呢？小姐还蛮漂亮的嘛。气她！我跟你讲，真的很爽，休息吃这个很爽，好香哦，我的妈哦！是我平常吃的味道啊，我真的很习惯吃这个，因为我妈本身都会买，而且呢，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也有带一大堆新东阳东西回家，我妈也是爽得不得了，所以就是我跟你讲，新东阳的肉干真的是去任何地方吃都是最安全的，而且就是你知道家长们一定超爱。我看我吃的太漂亮。5、4、3、2。我吃到我的头发同时，哈哈哈哈，直接在我嘴巴里耶，住着。我这边漏尿，对，是我太饿了。华灯初上的 Rose 妈妈担任评审，如果你想要获得 Rose 妈妈的青睐，啊，好难念哦，重新哦。